前锋。黑妹。这都敢翻呢？哎呦，卡了一下。不好拦，这个前锋不好拦的。只要我解锁二级火，我就好打。我不解锁二级火，难打的一匹。有火就好打，没火就难打。完了，谁救谁死，应该是卖的。那你们卖了差一台电机啊。
你还往我这个火堆里面跑，那不完蛋了吗？点不点结局都一样了，留着给你加了一瓶香水，你香水能用一用而已。让我瞧瞧这是谁，不要不是前锋。真叫前锋哦。这吃一刀也要转点啊，这么怂。没打着他，亏了。拖一下电梯节奏了。不过其实拖的没意义不是特别大，因为他摸得很快，看能不能拦住救人了。这波拦住救人的话我是血赚的，没拦住的话就不好打了。
我连5秒都救不下来，其实我刚才火失误了，我能直接把他带走了。火还是菜，这只要我没注意看到底是哪个火跟过来了，这边4个火太多了，反应不过来。 还没飞了，先救不救了，全卖。 够绝情。 火嘞！我傻了。哎呦，这……
要求了我也得打你。这些人都喜欢火上撞，就很奇怪。即使你修完这台，你们又赢不了三连电机。这么多球的吗？
哎呀，我炸了！致命空刀，真是前锋啊！ 真就直跑啊，板子都不玩，疯狂跑，跑就完事了是吧？还剩一台，你秀啥呢？你秀。 哎呀，醉了！真的白给。
一刀斩，那你还多活？我真愁啊，这图不想打一副鬼来着。 谁的脚印？肯定不是他的，果然。跑的肯定是怂的，没跑的他肯定是一个胆子肥的。别看他，别看他，别看。 需要转一下，别看他这就完事儿。看他加速没了。 哎，怎么还掉下去了？这个宠物就不要烦了，有隐身，翻了就白给了。一件隐身本来就慢，再退出个隐身，没了。他这边应该死了，蹭个十几刀吧，没蹭着。 这消耗的肯定多了，尝试救了，这波可能要往平局去了。 这把是必定平的，无所谓的。截弹试试。
开了另外一边门，小门，才有半个。这把没双刀。他最多吃一刀，然后他不敢撞了，他只能撞下之后，要么就把自己卖了。带个插眼还能强化一下接机能力。哎呦，哎，我忘记了，看了他一眼。真怂啊，板子都已经下好了。啊！砸的还是板啊？前锋不锤，挂不上人，反正那边有眼，黑妹摸得慢，搞他一刀就行了。搞啥嘛，还撞撞一次就够了，还得弹一次撞。三层活不好追的，这边要换人救，除非黑妹自信提了个三层活来捞人，我觉得他应该会去修电机，他不会过来的。炸了呀，还好打一下七小刀也够。我等着这误认呢，鸟应该吸出来了。
往中央挂，然后守了一下二楼电机，最后一台，一楼差一点就 OK 了。并没有，他不修二楼，挑战自己修小木屋。黑妹在里面，等挑战是过半啊，抓先知。过半了，换人追。这边正好吧，好像是淘汰的，反正你们差一台电机，这电机也修不完。真就最后一秒回去了。还在区域里，还在平局以上了。把他赶走了就完事了。他这个阵容就难受，先知跑，抓黑妹有猴，前锋可以撞，然后就是蹭猴行为。你抓条枪有鸟，哎，然后又能回血，还死不了。不久，一下就好了，把自己视野丢一下呀，不然没加速。那又来了，哎呀，我突到了呀，扎心了。我杀前锋，他没球。
跟他拿一刀，这前方就死定了。白拖这么久。 守不住啊，这个人，没有机会，蜘蛛拦人拦不住，突丝没用。 出来白给就是白给。 救不救吧？本来黑妹这边起来要时间，没压好，我拖延一下时间。 这么犹豫一下吗？开了，都开了，傻了，犹豫了，没了，他们两个门全开了，有个锤子直接传不就完事了。 给喽，这个阵容不打蜘蛛了吧？没门打头，难赢的一匹。这破图我也要打爱哭鬼了。
这都没打到吗？这火不行啊，这一把！我现在很炸。哦，这球拉了好远。 炸裂啊！这把换人装。<笑> 你就非要修这胆啊？你非要修，那我非要守。 重启，这波唯一的机会拦住前锋，二级火一次，眼减速，好了没了，这把炸节奏那么差，还搞赢了。
早点重新洗不就没那么多事了吗？这两个人非要搞这一台机子，特别那先知膨胀的，都挂过了还修，当然去重新洗一台不就赢了吗？非要取这一台机子。